教练好，教练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的第一天，两件事提醒大家：可以好好的训练，可以充一点量的时候，应该是这个月。在大家有很大的训练量的时候，要特别注意，不要受伤。大家好，很准的跟大家讲话。当然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想心态比较重要。训练的时候会很辛苦，我也知道你们都自己都有设定目标，但是人这个惰性没办法。我觉得这个身体，大家要先跟自己的惰性判断一下。最起码每天每天出来，你要知道你今天的目标是什么，要训练你自己是什么，自己要做到什么程度，不要鼓励他，要做到自己回到宿舍。不错。这一个月里面，就是你们可能未来这一整年要用的一些基础。那这些基础，你如果把根扎好了，你就朝这个方向去做。每天都保持，我就是，然后一步一步，我就是往前再走。OK。哦。然后最后是大家新年快乐，那我们今天请大家喝星巴克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